狗啊！干啥呀？他妈醒醒，一天喝的烂，那酒洗烂。你要干啥？我他妈今天立了，我跟原来不一样了啊、哦！你他妈看啥呀？你说你立了吗？别吃东西，不要脸，赶紧给我做饭去，饿了。啊，我给你做。咋他妈不说话呢？你做，老公。快！哎呀，来吧，老公，吃这个。这他妈啥呀？甜的。我大早上让我吃这个。那吃啥呀？这他妈有营养吗？我不会做。不会不会学，手机没有啊。我搁家，我妈都四个菜，要不我不上桌。你要是能照顾好我，你就照；照顾不好我，就给我还给我妈，知道不？不是你他妈干啥去又啊？我不得找找钥匙吗？钥匙呢？丢了。不，你喝点死酒把钥匙喝丢了，那他妈我咋回家呀？往后啊？门呗，就我真闹挺多，这家待不了，饭也吃不了，我走了啊！我出去吃饭。我也没吃，你待我。不，你把药整丢，你还好意思吃饭呢？饿的，别跟着我，我给你嬉皮笑脸呢。回家把屋给我收拾干净，回来我不想看见你啊！滚！